小夫妇又冲到鲅鱼去了。小夫妇，感谢我凤姐，谢谢我凤姐。来，公屏上把直播间7500个家人们啊，全部打上四个字，感谢凤姐，好不好？感谢凤姐四个字打在公屏上，直接连续送了三个跑车，谢谢我凤姐，直接刷了700多了。凤姐你也别刷了，凤姐你也别刷了啊，刷太多了，咱们能打赢就行，不想让你们刷这么多，真的。谁送来的帽子？这个帽子是谁送来的？咱们给送帽子的这个姐姐点点关注啊！感谢我同志哥，来，能不能点关注？咱们今天直播间能不能点关注？直播间家人们能点吗？能点的话，你们把王菲给这个八一凤姐点一下关注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点关注？直播间家人们能不能点？感谢阿梅姐再次送来的烟花，哎呀，感谢我军哥送来的跑车，谢谢我军哥，感谢军哥送来的跑车。来，最后4分钟时间，加油！直播间家人们啊，这一次不能让对啊，对面如果刷一个那个嘉年华的话，一个嘉年华是3万飞，咱们现在是22500飞啊，咱们把飞数打到3万飞，他偷塔不了就行了啊，不要让对面一个啊嘉年华就把我们飞数全部给他打没了，这样子就咱们就白刷了那么多，是不是？他们说了要用嘉年华来偷塔，他们说用嘉年华偷塔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直播间7700个家人们啊，愿意支持王菲的，一人一个小红心，一起上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不能让对面一个华子就给我们偷了。最后3分钟时间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最后3分钟时间，我们直播间7700个家人们一起上。点不了，你升职了，在哪个地方升职的？哎，点关注那个不能点，看一下能不能会弄。你不用钱，怎么弄？应该是在设置。让我。不会弄完吗？有个隐私设置，现在这个隐私让我找不到。感谢王强，没有。不能点关注啊！这个应该是开播之前设置的。还有谁帮我刷到3万飞的？谁帮我刷到3万飞的？是谁？直播间家人们，是谁帮我刷到3万飞的？最后1分30秒时间，加油！最后1分30秒。现在此时此刻刷的话，那个 PK 加成，加油，一起上！我是不是娟姐啊？花，感谢我娟姐！哎呦，娟姐你别刷了，你们把上把一把二把三把四你们都不要刷了啊！你们刷那么多我都心疼你们了。最后1分钟时间，我们后面的所有哥哥姐姐帅妹一起上，咱们直接8000多个家人们啊！前把一把二把三把四
把四、把五、把六，你们几个都不要刷了，你们几个刷的太多了。最后40秒时间，守住塔，不要让对面偷塔了，不然咱们这扫瓦费就白打了。感谢我军哥再次送来的跑车，谢谢我军哥。最后10秒钟，感谢军哥再次送来的跑车，谢谢我军哥。军哥太牛逼了，军哥不送了，你也不送了。移了啊，移了移了，我们移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直播间家人们不要说了啊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够了够了，你们移了，咱们移了，不要说了。感谢阿梅姐，怎么不用加？你不是要用嘉年华偷塔吗？嘉年华呢？我服，我不服。你这样，你人比我多，我不服。哎呀，把你阅读服输啊，说好了的，来，现在马上带着你全部走了。怎么带着走啊？走哪儿去啊？走哪儿去不关我的事啊，反正刚才说好了的嘛，对不对？在你公司里面上班，走哪儿去啊？刚才说好了，要玩得起，知不知道？咱们阅读服输。走不走啊他？还不走是不是他？我们现场去现场去把他赶走。我开除了的，我开除了，他们赖着不走，让现在让他们走。可以走了，你们两个。啊？刚才你输了呀，对不对？咱们说好了的，只要你输了，全部马上走。还有，你以后也不能来公司的嘛。我说我不服。什么服不服都没用。我就是不服。快点，你不服了也没办法。我带哪儿去？我不知道带哪儿去。他是你公司的员工。啊，不要了，那你快点走吧。啊，那个，麻烦了，哇，那个。我真的改了，我现在真的是好好上班了。你改了也没用啊，你改了也没用。你那个保，我晚上他们值班的时候，我替他们值班，也不用加钱什么的，以后。啊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，你可以走了，快点。来，你过来把你的工资拿走。啊。你过来把你的工资拿走，要还是不要？不要的话我就不给了啊，要的话你自己过来。拿。他没有，他保不了你的，我跟你讲。什么咄咄逼人？咱们是愿赌服输的啊，来，快点。快点，举报，快点，来。哪有那么多公平嘛？快点啊！你不来的话，我工资也不给你了啊！快点，要不要工资？要不要？哎，是不是你打我一顿吧？啊，你打我一顿吧！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你不要搞这种啊！我靠，脚来踹！哎，啊，你是不是想讹人？来，直播间所有人都看着啊！起步是想干什么？他也想讹人呢，还是干什么？那个，
个前两天我真的是做错了，你那个打我都是阿峰，我不打你，哎，你不要乱动，来来，你干什么？快点打我头！哎，你其实你不用这样子啊，我今天前两天我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其实你不用搞成这样子。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学生带过叫过来，当着他的面把你拉走？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他不会让你没地方去的，他肯定会给你安排你到他爸爸公司里面去上班的，知道吗？他不会的。啊，那会不会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哎呀，我也想，好，我在这个地方上班，我很喜欢在这个地方上班了。现在没用了，没用了，都说了，不要你了，看到没有？直播间我直播间家人们都说了，不要你了。那我。打电话给阿梅，让阿梅打我吧。我之前是对阿梅那样子做。哎，你不要搞这种，你搞这种干嘛？我不是打出那三个字来，打那三个字，顾不上。不要等一下搞违规了，我你这干什么？我给阿梅说嘛，阿梅道歉嘛，我好好跟阿梅道歉。然后哎，我们是正能量直播间，你不要搞这种负能量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干啥呢你？那个最后一次聚会嘛，王菲没机会了，来二我们工啊，收款嘛，给我要不要钱？你要不要工资？那个，你就最后一次给我机会吧。然后这次的话，你直接给我直接罚款吧。罚款啊？不罚款。你快点了，拿着收款码给我，快点，我不想再偷了。你的工资我是来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算啊，你上了9天班对不对？你一个月是4000块钱工资是不是？然后一天就是133块钱的左右，一天就是133块钱。我都给你都算了，我算你一天150吧。我给你1350，知不知道？把手机拿来，来收款码。那个我真的，哎，你不要搞真的什么假的，来，快点收款吧。1350啊！哦，那王菲跟我好像上了15天了吧？你刚刚不是说9天吗？才9天吗？好像是十五天，十五天还是九天？好像是十五天吧。有2天请假了的吗？我那十五天的话，13天吧。那两天请假的话，13天。哎，十三天，我明天查你的考期啊。是不是13天？我明天看得到的，乘以一天算你150嘛，总共是1950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算一下。王哥，我是真的。啊，你不要跟我真的什么假的来。哎。我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的工资发给他了的啊。赶紧，你就可以走了，快点。把这个保安服脱了，然后走了。好吧。免得你穿着我们公司的保安服去外面胡作非为，到时候人家找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就不好。把这个工作服脱了。去找保一下。衣服的话我穿着吗？我穿着。啊，不能让你穿着，快点脱了。万一你穿到这么外面去搞鬼，那人家找到我们公司里面来怎么办？我不会的。哎呀，我不相信你，不相信，快点脱了。衣服的话，脱了。衣服的话，我喜欢它穿着舒服。啊，什么穿着舒服？你喜不喜欢不关我的事，你这个公司的衣服不能拿让给你穿了。你听到没有？脱了，快点。衣服的话，送。哎，你不要搞那种，快点脱。脱，马上脱。衣服家里面我那个宿舍里面
你别衣服。外套脱了，帽子脱了，这个裤子上没有什么标记的话，你穿走也无所谓。那我去，家里面，去宿舍里面。把帽子和外套脱在这里。快点把衣服脱过来啊！衣服我穿。不行，脱了脱了，快点，脱了脱了。那么多，这不是衣服多不多的问题，这个衣服也不贵，就几十块钱，你脱了，哎呀，几十块钱，我就给我穿了嘛，这个。这不可能给你穿的，万一给你穿了，你拿到外面去胡作非为乱搞把责任推给公司人怎么搞啊？别以为还你还是我们公司里面的人。现在脱直播一下，人们，可能咱们直播间新进来的，从今天才开始走进王菲直播间的，就会想着啊，对对对，脱过来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哎呀，不要影响，不要两个故事了。可能你们新进来的这些家人们啊，可能会觉得王菲哥，因为不知道情况的那些人可能会觉得我。我心太狠了啊，怎么怎么的啊，跟一个保安过不去那种，但不是这样子的事情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们如果你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些作品，你们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啊，可能有些人知道了，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，就是阿梅她现在说是每天，因为我公司是每天下午5:30就下班了。阿梅直播家人们，我跟你们澄清说，阿梅，我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她在公司里面上班，这个工资太少了才会去外面摆地摊的。她是这个公司里面我这个公司的话也都是技术活，所以开的工资算是都算是比较高的了。阿梅给她开的是8000的底薪，给她开的是8000的底薪啊，不是，8000的工资嘛，一个月8000嘛，阿梅给阿梅开的8000的工资啊。不是因为钱不够，他是说他的意思就是阿美的意思就是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嘛，所以他就因为5:30就下班了，5:30天又还没黑，又不知道去做什么，然后他就是想着自己去外面摆摆摊，卖点东西什么的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没有？知道了会不会打个知道？看了我今天发的那些作品的应该都知道，没看我作品的应该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作品上艾特的有阿美的账号，我明天就教他怎么把他的东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卖也行，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卖也行，是不是？我明天就教他把东西上到直播间让他卖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希望咱们直播间以后就是多支持一下阿美，多多支持一下阿梅，因为确实也不如意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阿梅。比如说你们买东西，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，让阿梅给你们找，让阿梅给你们寄货，你们在他那里买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阿梅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了啊，我替阿梅感谢你们了啊。然后你们也不要说是我说的，我说的话他呢又觉得不好了。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各个姐帅们啊，现在直播间9600个家人们啊，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团啊，咱们的那个非家人成员是7989个，咱们9400个家人里面啊，愿意加入王菲粉丝团的，就是加入了王菲粉丝团之后，你的网名前面会有非家人三个字，只要你加入了王菲粉丝团以后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愿意加入的点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，这个点开这个黄色的小心心，加入个粉丝团好不好？没有关注的先点个关注，点了关注那个小心心才出来，点开那个小心心加入个粉丝团，
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还有今天特别的感谢我把上的阿梅姐，还有刚才走了那个小夫妇姐、娟姐、同志哥、四四发发大哥，后面的所有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直播间有很多人都给王菲刷礼物支持王菲啊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说了啊，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马上到这个11点了，时间。差不多了，咱们早点休息吧啊。明天我带着大家去看阿梅这个摆摊摆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明天见，公屏上打三个字，明天见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我就先下播了，明天咱们不见不散，再见。